东桥 Vlog， 我们今天在银座，我们要来吃什么东西呢？我们来吃咖喱百名店的咖喱印子。吃饱饭，我们去看夜景。我先来讲一下最喜欢银座哪里。银座是一个繁华的地方，那个要什么有什么，有吃的，有逛的。而且离各个市中心都很近。你既然会讲这么有建设性的话，我刚刚因为问你，我以为你只会回答说银座很多美女。我们要上去 Tokyo Plaza， 来来来，上个欧沙雷的电扶梯。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边是哪一边？好，先用鲍勃说呢，这边是有乐亭，这里则是银座。我人在日本住了一年，还是不太知道日本的地理环境。因为先用鲍勃会带我去。听起来有点不妥。这边真的算是一个银座的小秘境哦。对啊，看一下现在八点，其实算蛮热门的时间。可是呢，这里几乎没什么人，多没人。嘿，别在这里奔跑哦。好吧，好吧。其实不知道森欧巴，我跟伟的感情不是很好。拍片之外，伟都在用手机。我们平常不讲话。我们这期的赞助商是谁？Oreo Armani， 假的啦。Armani， 哎，我今天身上穿什么牌子衣服？咋了？走，寻找甜点。哎呦，啊、爱神之箭要射向你了哦！射向我，但是我承受不了。哎呀，桃花运很旺啊，完蛋喽！我已经有女朋友了。哎呦，再来个也没关系吗？不方便。Mannequin 的松饼。哎。Cheers, bro。我的是枫糖的。我是巧克力的。看我们吃东西是不是很疗愈？What a wonderful world! Little man, say it, how do you do? What a wonderful world! 我们说想在这块地自产，这边一瓶只要5500万日币，还好啦。秀的秀秀，神游鲍勃的专属店面，大家想看我戴哪顶帽子呢？这边应有尽有哦，请选择。我想要挑战一下夏天的嘛，这个陈雷。走一走，我们就走到 You Like Show。这边有一家旗舰无印良品，想知道详情请看地铁一日游。像这种下班时间啊，日本上班族都去哪里？好吧，高桥底下有很多历史跟居酒屋，上班族下班之后很喜欢去这边吃东西哦。闻闻口渴的时候怎么办呢？喝东京水吧。赚钱的时候到喽。好，这一口应该赚了1块。东京水多少钱？免费。如果我有瓶子想喝水的话怎么办呢？东京水可以直接装一瓶哦。真的哦，不用一口一口一块一块了。大家都在问东京的那个自来水能不能喝，可以喝的，喝给你看，一口气。好，没有了。好，那今天的 vlog 就在我们洗闹中结束啦。我是鲍勃，大家下次见，拜拜。